这个是主机，这是油泵，这是消声器，这个是出风口，排那个污染气体的。这个是显示板，是控制键，地的，就是开关的。这个是电源线，这是连接24伏的。我们现在开始操作。这是油泵的连接管，先把油泵插上。都插上，这油泵充电。这个耐操充，其他那玩意儿没插上。然后连接显示器控制板、控制线，然后连接电源线24伏。我们现在开机测试。风扇已经开始转了。开机的时候，这边显示是4个点。OK。这个是进风口。这个追加试一下吗？它是吸风的，吸就是车外面的风。这个放在后面，点火成功之后，它会就是大量的热气，就是暖和嘛。塑料网就是预防吸进什么杂物、杂质。这边里边的铝壳非常热，预防烫伤。
发了发了，然后他。让他右拐出来了，快点让你这么烧火不着啊，来什么？他刚才把那个油管碰出来了，碰出来以后就起火了。起火了，起火了。刚才把那油管给弄出来了，停了，停了。